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今天在金曲奖34的表演，我取名为听梦、追梦、唱梦。张惠妹，她算是我一个音乐的启蒙，因为我第一首真正发表的歌被她唱到，然后被很多人听到，可能从这首歌开始认识林俊杰。爱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没祈祷天明。林秋离老师的最佳搭档就是熊美玲老师，他们写过无数首合作的歌曲，词曲合作的歌，然后其中一首我最爱的就是这首《故沙》，另外一首是林秋离老师跟徐怀亮老师一起合作的一首经典的陈洁仪的歌《心痛》。想着你还是想到心痛，期待我做的将来你都会懂。不为谁而作的歌，因为这首歌可以算是我跟林老师一起完成的作品。秋离老师，会把想念都往心里挪，放票，至少我不会寂寞，爱总算有个角落。如果我还剩一件事情可以做，是重新将幸福定义揣摩，是你幸福不一定会包括我，再等等我还剩一件事情要承诺，至少我不会寂寞，爱总算有个着落。我会把想念都往心里挪，你测不出我寂寞，也算是有了。